Hello，我是猫。今天我跟我哥在和歌山，是我们熊眼三山朝圣参拜之旅的第二天。本影片由最近很努力的没日没夜经营日本药妆店的我哥赞助播出，不是干哥哥，是亲哥哥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会每周日药直送，不管是日本的药品、美妆保养、零食，都可以从日本直送全世界。最近有很多零食都是购买三包有九折优惠，看完影片不要忘记到说明文点连接逛一下啦。那三山有三个大圣，昨天去了本宫，大家可以到昨天的影片去看，连接在下面。那今天呢要去另外的两宫，素玉大社、那智大社。熊野本宫大社、熊野素玉大社、熊野那智大社被称为熊野三山。熊野 Kumano 的 Kuma 发音呢，本来也有神的意思，神的野，也就是神明们所在的区域。熊野地区是古代山岳信仰的修行者们锻炼身心的山域，以及千年以来贵族百姓们前往朝圣的信仰中心。和西班牙有名的天主教圣地亚哥朝圣之路一样，许多人呢会来到这边花好几天，行走百余公里的熊野古道，表示对信仰的虔诚。其实不一定要有信仰背景，也有很多旅行的人，其中呢就包括了我哥。来到熊野地区就是为了走古人走过的路，感受千年的伟大信仰文化。然后今天还有个 bonus 呢，是我们要去徐福公园啊，对，日本神话起源。这个天气是不是有点太好了吧？脚踏车没气，我哥载不动我。下马桥，他说你骑马来，你要先下马才能过去。但是我也没有马。你的铁马刚刚已经下了。我很喜欢日本的神社啊，他们就是在境内一定会有很多树，你就会很感觉得到大自然。然后即便是夏天啊，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热，因为都是有树荫。这边描述的是一个素玉大社的怎么讲曼塔罗的世界，有点像天堂的感觉啦。最初呢，这一个熊野三山的神明哦，他们降临是在神仓山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最初的神社也是在上面，那到后来他们才重新盖了一个神社在现在这个素玉大社这里，所以这个地区才叫新宫。这就是一个他们理想的世界，这人走路有佛这个是他的一个代表的神树，叫做那吉，还是可以看到这个三只脚的那个八十一。我们理想的世界中又有白。看这个画，其实里面都好多小故事。日本第一以前的船啊，上面都是神社，这就是帆船了。还有野餐的人，他们说这边有画一个渡海而来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徐福的船，这一个吧，长得不太一样。你看他穿的衣服也是比较就中国啊，你看他的头发，这样对不对？这个包包头，日本人都剃成这样子啊，他是乘着云过来的。三山是有三个大社嘛，感觉每个大社好像那个样子风格都不太一样。这边比较红嘛，本宫大社那边就比较沉稳一点的感觉。嗯、然后那智，我们接着看下去，熊野夫须美大神，看的不是很懂，但是他好像有说他这个名字的发音有对应到日本古祭祀里面的神，这些神话它的起源，它这个传说的地区虽然不同，可是他们可能是有同一个根源的，所以他的名字才会这么相近。听说好像跟北欧也有关系。去看老高，那这边也有，就是素玉大社的牛王符。像那吉伊邪那岐，这个就是伊邪那美，那就是对应到古祭祀里面的最初的那两个神明。这边说是日本第一大灵验所，不是随便说的，它是第46代孝天天皇嗣的匾额。知道本州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吗？在哪里？都在合作山这边有讲一下，就是以前的一些来这里朝圣的历史。他说这个白河天皇啊，他有来过，他那时候从京都带了800多人走过来，他们只能走啊，就骑马啦，骑马之类的，很大阵仗，很扯，就从京都啊，沿着海岸下来，然后再绕到我们昨天去的本宫，从熊野川一路来到这里，讲的有点奇怪。他说他后来又走那一个那智大社，只花了20几天呢，有点快耶，打卡记录。这个天皇来这边打卡的次数，我现在来33次哎，有点浪费名字。
来一次要800个人，这边写愿的呢都是女生，就像天上愿赌妻，她的老公离开之后，然后他们就出家嘛，就取个法号，他就叫天章院。树林大概千年，是日本第一大的椰子大树，可是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不像椰子树。他是在唬我吗？还是我书读太少？观众有对树很了解的，下面留言一下，这个到底是不是椰树啊？冲绳回归的那一年，他们把这个树的种子带到冲绳去种了一棵，这是分灵的概念吧？我们现在到了哪里？菊福公园。哎，真的是一秒到松鼠哎！噔噔。为了防疫没有开放公园，而且就是这几天，这个徐福大家知道是谁吗？他就是秦始皇派来取长生不老药的那一个道士，他就是带那个3000童男童女，他就带他们出海到一个什么蓬莱的地方还是什么，反正他好像最后就到了日本，这是一个传说啊，有人说他是到了日本，据说他上路的地方就在和歌山。为什么他跨越了日本海，有很多讲法，也有人说他是从九州上路的，所以九州可能也有一个徐福。有，其实日本有很多关于徐福的一些地名或者是坟墓，也有人说日本那时候还是石器时代，他突然变成青铜器时代，就是因为徐福把这个青铜器的技术带过来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更让你细思极恐，有人说这个徐福啊，其实就是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。现在日本人就是中国人的后代，对，都是秦朝那个时候带来的那些童男，3000童男童女的后代，而且应该很精英耶，对，因为那个3000童男童女是他们精挑细选的，对，秦朝精英。但这个说法是日本人很不愿意认同的，好像是台湾人台湾学者说的。他从九州这样往东边过来的过程，其实也跟神武天皇东征很像。那神武天皇是怎样的一个天皇？长得像徐福的也天皇，真假的？假的啦，就像中华文化中的皇帝一样啦。这边都有什么徐福茶，然后还有徐福的什么药？喝了会长生不老吗？里面有什么延命水哦？我想喝，但是进不去，没关系啊。到那智大社也有延命水。才100块，これがいい？こ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。そうね、ここぐらいに一番よく出てる。和歌山のみかんと他のところのみかんとどう違いますか？これ私だと三重県。ここ橋渡ったら三重県。あ、そうなんですか。原来这个是三重的。我回到三重县了。而且还有算盘呢。他这边有计算机，右边有算盘。たくさん計算するときはこれ。一つだけなら？じゃあこちら。哦，すごい。它这个是公园吗？这大门深锁哎，我没看过日本公园封这么死过。コールセンター大沢清子さん。はい、すみません。何時までのチケット買いたいですか。本日のご利用ですか。はいはい。はい。好厉害哦。はい、ではお客様最後に内容お間違いないでください。今ましょうか。はい、大丈夫です。这真的就是海边呢，超漂亮的。而且才600块，我觉得很 OK。那是这里的车站啊，还有厕所啊，都是那种神社风格的建筑。除了我们啊，都是老奶奶要去参拜。不知道是洁癖还是怎样，我都会带一条自己的毛巾，应该等一下就干了。你要不要晒一下你的毛巾？不要，你的毛巾超臭了，快点。我们搭错车了，那个才对，刚刚是司机提醒我们说坐错车哎。你看后面其实很多外国人，我觉得这边是观光客里面欧美的比例蛮高的一个地方。洋派有亚洲人来日本爱逛街，欧美的人来这边喜欢爬山。
真心和蔼可亲的笑声。哈哈哈哈哈。人好。从山脚走到那个神社那边，像我们这种从大阪走过来的才是真正硬汉。熊野古道的中边路，刚刚那些外国人呢，就会从这边上来，他还在帮他的药妆店拍广告照片。刚刚在楼下看到围棋店，觉得说为什么是围棋？原来这边的那个石头纳智黑石是非常有名的。你看，原来一个好的围棋子啊，是一颗石头这样子去磨出来的。然后白子是用贝壳，熊野是雁，还有围棋子的故乡。哎，你的包包？送过去。他这边有卖那个黑石，然后更便宜，一大袋才350。越上面越便宜。所以第一家可以卖最贵。长得又很不一样，跟前面两个大社。纳智大社是三里面最后弄好的。他等一下我们要去那个纳智飞龙神社，因为这里的信仰的起源是这一条瀑布。他前面那个神社叫飞龙神社的样子，那到后来才盖了这一家。我们家的狗狗 BB， 他是昨天刚好就是走了，也是年纪到了，今天才正在可能火化之类的。然后我们想说，把它多准备一个，我们全家人跟 BB。熊野这里的神鸟八尺屋的神社，它主要是保佑旅行安全跟交通安全。我很常旅行嘛，其实我哥也是，但反正他之前呢，就是走熊野古道的那一次，他有走到这边，然后就送了我一只，帮我求了一只八尺屋的小模型。球印啊，上面就有印八尺屋。上面这边很多日本第一，连那个抽签都是日本第一签。哎，这个很厉害。哇，これ是怪よ。哦，出来了。19号。干妈。急旅行，他叫我不要去太远。它这边有一棵老樟树，自古以来的精灵住在里面，它是祈求没有生病，然后长寿。我们后面是神社，这里是寺庙。在日本这个很少见，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宗教嘛。但是后来也就有一个什么神佛合一，然后就逐渐的混在一起。其实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很世界和平的感觉。而且这个寺庙非常酷，它是一个印度的僧人漂流到这边弄出来的，他修行的地方。该不会是走过来的吧？他叫裸身上人，他可能没穿衣服。没有穿衣服，他这个寺也很漂亮。这就是推邦的画面。我当初啊，就是从左边的山走出来，然后来到这边看到这个，简直快哭了。我们现在房子是会挖地基嘛？你看啊，它就是放几块石头，然后把
木头放上去，把一个木柱放在上面，就盖了这么大一栋。旁边还有一个给你放拐杖的。当时啊，我走到这边，跟我现在装备差不多，就背很重。我们已经走了5天，走了100公里，最后一天走了30公里，超累。放什么东西？帐篷啊，睡垫、睡袋、食物，还有保暖衣物。到这边我真的是快受不了。然后我的朋友、我的伙伴就到这边啊，这延命的水。我就觉得我们走这个5天是有点折寿。可以给你喝的。对，就是喝的水。我当时喝真的是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水。啊，你现在喝感觉如何？比当时差了一点。你可以再走一次回来。不用，告诉大家一个好物。哎，我拿错包了，这个不是那个。可以啊，这个很好喝啊。超香，芒果味，我一打开就闻到芒果味。它是你用冷水就可以泡的，而且我们还是用冷的盐病水去泡的。比走完100公里还好喝。要享受这个味道，就到惠比寿日曜之颂。比你走了100公里后还要好喝的日东红茶热带水果茶，请参考以下说明文连结。哎，从这边就听得到那个瀑布的声音。它那个风吹过来，它那个鸟居的里面是有的神殿吗？跟一般正式的神社里面会是有房子的，前面还有供奉一些日本酒啊什么的。它的入场建筑其实是一手。每个月的18号会烧这样子，应该就是在这边烧。我们提早下山，因为本来想在山上就是商店街吃的那个梅哈利四喜木章寿司卖完了，上山上的全部都没有。来这边必吃哎，我们总店没有吃到就回去。我们现在在记忆胜府车站，然后我必须要记录一下我们此刻的心情。外面太阳很大，我内心雨很大。我们计划呢是要搭3:20的车回京都这样子，但即便那样子啊，到京都也要8:20，也就是说要花5个小时的时间。但结果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那班电车停驶。然后 Google 你还不知道，我就是用 Google Map 去查的，烂透了。我如果是用那个就是查电车的那个 Nolikai 按奶的话呢，它是正确的。所以大家旅行的时候不能够只靠 Google 不是大神，它可能会让你错过你的车。有3个小时的空闲时间，有点不知道干嘛。我想去看海。最后呢，要感谢本片的干妈带我去日本的朝圣之地。我哥呢，最近又上架了很多日本好吃还有稀有的零食，大家快点说明文连结，逛起来吃起来吧。